现在开始上索道。啊，一下子就出去了。你看，很快啊，今天没人，排队呢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是上索道缆车，然后我们到了顶上就自己走下来，会有点头晕，不要周围看。二道，对，一个缆车可以坐八个人，我们今天没下雨也没排队，非常的不错。就要到顶了，我们到了，哇，走吧，我们的旅行开始了。